都两个小时了、哎、这个人怎么来没来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急到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就是那个王媒婆叫我来的、啊、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怎么跟那个照片差那么远啊？照片肯定拍的美一点嘛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你不是那个有一头头发的吗？这里怎么光啊？最近几天掉头发。几天就掉那么多啊？哎呀，想的事情太多了。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没有啊，一点毛病也没有。那、啊、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啊。你都不知道，刚刚在半路啊遇到前女友了。啊？前女友？对啊。那你是旧情不是旧情复燃了、啊、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啊，他死皮赖脸的叫我出来去打他呀。打他？是啊。你的种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你误会了。他的车啊爆胎了。啊，错呀、啊。是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这么开放呢、啊、这么前卫，还没想到。你想的太多了吧，美女。是，那既然来了来了，那就开门见山了啊。说说你的条件吧。我叫小丽啊，今年26。26啊。是不是啊，我要找那种有房有车有存款的。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呢？车也有，房也有，存款也有。真的。啊，几位数。七位数啊？是啊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，这么多啊？哎呀，也不多。哎呀，虽然长得不是很帅，感觉我现在越看你越帅了。是吗？对啊，比我那个前男友帅多了。哎呀，你不嫌弃我？刚才你说我光头吧？哎呀，光头证明是财富，人家说越光就越有钱。这样啊，是啊，不过说了也对。那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，你那个是什么车啊，什么牌的？哎呀，我的，哎，宝马。宝马？是啊。哇，我喜欢。喜欢就行了。那个房是什么房啊？那个房啊，就在我们县里面了。县里面呢？是啊。是别墅还是？天地牢啊。天地牢啊。是啊。哎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叫李醒木啊。李醒木啊？是啊，今年32了。像我们挺合适的啊。你看看，郎才女貌。那个我挺喜欢你的，你看看我怎么样。王媒婆说你也是离过婚了是吧？哎，是啊，那时候年轻不懂事，就离过两次而已。哎，两次啊？不是三次、哎那个、啊，不是一次。哎呀，那个王媒婆说你只是离过一次哦。哎，是一次一次一次，我刚刚哎说漏、不是不会说，想多了。哎呀，都一个两三次婚了，你要求还这么高啊？哎，一次婚，哎呀，这什么要求高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啊？我长得那么漂亮。哎呀，人长得是虽然是漂亮，也蛮不错的。不过、啊、我要那个女的要求我要，你会不会说家务啊？家务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从小到大没做过。那你不会做啊？不会啊，我都是啊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的。看，我娶一个女的回来就这样了，帮我做做饭而已。我平时也很忙啊。那不是找个保姆吗？那种，那现在哪个人还干这种活啊？哎呀，更何况你呀、啊，你那么多钱，到时候请个保姆就行了呀。请个保姆。到时候不方便了、啊、跟我们住在一起。什么不方便的呀，我们就当他是什么那个啊，家里面的宠物一样。哎呀，宠物。那个人家都是很多都是请个保姆，人家跟那个保姆恋上了怎么办？你放心吗？真的是。我请一个比我巧的呀，难道你看得上啊？哎呀，话说啊，巧的也说不定也会发生一点关系的。李老板，你怎么有这种想法？哎呀，我是怕控制不了自己啊，有时候知道没有？哎呀，没关系，就算你爱上他也没关系，反正女主人还是我。哎呀，你这么想得开啊？哎呀，我是想开放，只要有钱啥都好办。哎呀，既然你这样说的话、那就行吧，我也喜欢上你了。真的？是啊。那直接明天就去领证吧。这样啊？是啊。好，可以。要是啊、相处一段再领证也，哎，能不能先给个彩礼啊？彩礼啊？啊，
那连媒体都彩礼要多少啊？彩礼啊，啊，像我这样的身材，哎呀，怎么说，独一无二的，少见的美女，怎么说也要50万吧？50万啊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曾经有人出过100万的，我都没愿意。对啊，那个人没你帅。要这个50万也行。那能不能先给钱呢？行行行行、啊，那我们先去出去，哎，怎么说吃顿饭先吧。哎，行吧行吧。那等一下我顺便取钱给你啊。好了好了，那走了。走走走。走走